你又不回，装那么像干嘛？ 什么意思？这豹女在干嘛？他就这么走过来，然后被我弄死了，在吵架吗？不会是给他点信号的豹女不想玩了吧？让我想一想，有人要点打野，那还等什么？爆裂魔杖走起哦！我操，他没带魔抗的家伙，哦带了。 而且还带了两个，是带了两个吗？那11的魔抗。我操！我听到大牛的声音。 居然不出饭盒，不出我直接干他就行。那么顺图个屁的饭，头好痒啊！头有点痒，有人不想玩，好帅的石头人，幽默石头人。 这样子买了，再买个药，这样刀溜会厉害一点。但是我这样蓝就很少了，头有点痒。哎，谢谢降级，好久不见降级。我觉得不要那么绝对吧，你还是可以跟女生交往的。 不用搞得那么对吧？深仇大恨一样的，还是可以跟女生正常交往。 这什么意思？凌驾众人的权力，就在我手中。 他移速有点快，他帮 Q 还不走。
石头人已经结束了，是的。 It's over， 已经 over 还有这种玩法的，石头人把这个给拿了，头好痒。阿野的形状可爱，他趴在上面睡觉，睡大觉。 他拿个先锋怎么办啊？他拿个先锋不是搞队友心态吗？要三级了。满天飞鱼！满天飞鱼！手臂可少。 人呢？战争的结局就是死。这石头人跑下去了。外交是一门。 哇！石头人拿了终结，值钱了，完了！这就11级了，12分钟11级。
他死了，这个算不算？哎，现在你们又开始这弹幕又开始找女朋友环节了，开始你们的弹幕秀好吧？嗯，马上就快进到彩礼环节了。 哪里彩礼最便宜？哪里彩礼最便宜？不知道。海南好像结婚是不要彩礼，但是好像你得搞个什么三金，金耳环、金项链、金戒指。我感觉这东西你搞了，你不如多买点金条算了，买的反正你带出去，万一掉了怎么办？没有必要。海南是真没彩礼。 操了，被一刀扎死了，好烦！被一刀扎死。哎，潘森开一残血会被斩死吗？兄弟们，就潘森如果他开一不是无敌吗？如果派克这个时候斩他可以斩得死，能不能斩死？应该可以吧？会不会？ 在正面的话，涨不死。到底是能还是不能？Double kill。 靠近都能蹭到钱啊！还有这种事？靠近都有的蹭，我大头赚太快了。你不走是吧？真相是，战争才能战胜。
想逃？豹女怎么死了？我没看到。 还行吧，这是大师分段，豹女摔死了是吗？还好，牙手好脆，肯定的，这英雄很容易死。这边不出重伤出了，不过没什么用，我主要太肉了，出不出重伤都不是很重要的。 他打团有 BGM 是，分给你点，起飞。对面不投降是吧？不投降是吧？有你们好受的，真是。不投降，马上点满了，再宰两个人就满了。 我操！这实在是打得太痛了，主要打石头人的，他选这东西想混的，很多石头人都是想混被打炸的，投了。哎呀，没得飞了呀！本来还有再来一波的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波关注啊！